欸，我足清楚啦，台湾这个。林志升甲苏南成的迄阵，你们是不是民生之声啊？规个之声啦。主人之声。主人之声，迄是你的电台。我骗了，我有骗两百几万。你有什么骗你？林志升甲苏南成啊，甲讲就是属美国的。台湾即卖流氓政府无政府无国家。哦，所以你怎知影这件代志？我知啦，我咧讲我对无党的国民党、民进党、甲美国党，到即卖无党。我拢足清楚啦，所以若要讲这全台湾哦，全世界无人一个，我都跟我讲。你啊嘞，哦，你只要无一场，就大场啦。我都因叫他甲我已经避嫌啦，你知道。啊，你拢袂无该找林志祥因吗？林志祥，我发你，有啦，找无人啊。有啦，林志祥有啦。我都无当找啊。桃园啊，伊桃园啊。对啦，我伊台北去一日，台北甲迄个啥物会啊？嘿，做会。我去吹嘛，无好。有啦有啦，你在吹啦。什么毛啊？陈仲谋，伊国民党诶啦。陈仲谋，国民党诶啦。国民党诶。甲恁亲家两好，啊，搁来。好，不要紧。啊，有影片吗？影片，等下。好，不要紧。来，我大约甲你问一下好啊。啊，你用影片，等下互我看。我请教，恁车去放送诶时阵吼？啊！伊甲恁砸车无？因阮拄仔回转，拄仔回转，啊！直敢牵头一粒，牵无着。哦，伊总共牵遐两粒，啊，头一粒牵无着。啊，敢牵着阮的正面的下许。嘿，啊！伊讲安那？伊讲林志升欠伊钱，记得控告，控告成功。嘿，嘿，啊，控告成功，迄个控告成功了。伊嘛知，哎，即卖就看到林志升的车，伊就是要报复。要报复啊！但是恁唔是林志升啊？我唔是，我讲我是开车的人，你来讲肯鸡卵就唔对啊。是，好、哦、啊，有甲偷名片，伊啊，我来名片好，伊啊名片好玩。好，啊，伊告公安呐？哈，伊告公安呐？公安啊，就是讲，我提麦古出来，提扩音机出来啦，啊，可是变讲当初我也听无解了解啦。我也不知道他說，因为伊当时是电台，啊有邀请林志升甲苏南成去遐，阮拢对拢无。因为我有甲伊采访过啦，啊，我冇甲伊讲林志升人伊对，伊甲我讲伊找无林志升伊本人啊，嗯、但是我感觉伊是刁工的啦，啊，所以恁拄到伊啦，我看影片者，看这本人。伊个是对一条路顶管，好低路咯，即唔知好低路还是回龙路，我唔知。哦，所以是高雄人。嗯。OK。